大家新年好，在视频开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推出的日赚千元的实战网上赚钱项目。现在这个实战网赚项目已经有很多人操作并成功在网上日赚千元。如果你也想在网上日赚千元，就在这个视频下面的置顶贴找实战网赚项目。我保证你看完以后，按照实战网赚项目操作，肯定也可以轻松日赚千元。接下来大家正式看我们的视频教程。你敢相信，这个国外赚美金平台居然自带挂机系统？让你可以解放双手，全自动赚取收入。而且白毛哥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挂机就赚取到了上百美金的收入。如果你对此感到了好奇，那么跟着白毛哥一起来探索今天的在家躺着就可以赚美金的国外项目。今天登场的主角是 Everm， 这是一家国外社交媒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可以为社交账号提供数据增长服务，同时也给了普通人一个赚取收入的机会。猫哥将会一步步教大家如何实现全自动挂机赚取美金。第一步，注册账号。我们直接点击首页右上角的谷歌账号登录。如果你没有谷歌账号，可以联系猫哥获取注册方法。注册完成可以直接进入到后台。第二步，安装插件。我们直接在左侧找到 Browser Extension， 再选择 Download Everm Extension， 就可以获取到相关插件。如果你无法下载成功，可以直接联系猫哥获取到插件。下载完成后，我们需要先将插件压缩包解压至桌面。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搜索 Chrome Extension， 接着在右侧开启开发者模式，再回到左侧直接解压出来的文件夹导入进去。最后显示这个页面，代表你成功的将插件安装完成。在这里大家一定要使用谷歌浏览器，否则会导致安装失败。如果还是不知道如何安装，可以直接联系猫哥。第三步，进入插件登录账号。我们在浏览器右上角找到插件按钮，打开 Everm 的插件。在这里我们需要登录自己的账号，同时也需要绑定国外的社交账号，这样插件才能够全自动完成平台中的任务。如果你不想做社交账号相关的任务，那么可以看看猫哥主页的其他视频，这些项目里总是有你喜欢做的。第四步，扩大收入。想要自己收入最大化，那么操作平台中的手动任务是很重要的，因为插件只能帮你完成一部分的任务。我们在后台左侧选择执行任务，这些都是平台中的手动任务，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社交平台的任务类型，任务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只要你动一动鼠标就可以马上完成。如果觉得这点收入不够，那么还可以通过平台的分享系统来获得更高收益。直接在左侧找到附属公司，在这里你可以通过推荐的方式把平台分享给想要做任务的用户去完成。当有人成为你推荐用户并且完成了大量任务，你都可以获得他们 15% 的收益。又或者可以自己通过分享链接自行注册更多账号，再用其他账号来完成任务，这样你不仅能够获得平台收益，还能让自己收益额外增加 15%。 只要账号越多，那么收益也就会越高。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账号问题，那么联系猫哥将会给你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那么以上就是猫哥分享的项目流程，如果喜欢这个项目，记得一键三连多多支持，猫哥会继续分享更多国外赚美金项目给大家。我们下期再见。